在西亚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因为我是男的，他就觉得我处处不敌那些女同事。哎，他那话什么意思来着？说我是靠美貌赢得妈妈的欢心的。我这脸有这么好看吗？啊？你确实还可以。他凭什么老瞧不起我？太目中无人了。行了，别老发牢骚了。你当务之急啊，先赶紧把营养师资格证考了。你要是让别人看得起你，你得自己足够强大呀。萧炎总是这么目中无人，从来都是他瞧不起别人，为什么呀？谁敢瞧不起他？他有什么时候在乎过别人怎么看他呀？你是不是爱上他了？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全都向着他说话，全都是他对啊！别这么孩子气行不行？哎，我怎么孩子气了？前两天他不在的时候，你一直在月子中心忙前忙后的，帮他处理杂七杂八的事情，你都不向他邀功。你们俩开夫妻店，我们俩是同事，老板跟员工的关系，我帮他振作那也是我的工作之一啊。你快别糊弄你自己了啊！你不回医院是不是为了他？不是，我看就是。我说你这么不谦虚，你怎么进步啊？哎，我就不谦虚了，我。小李，差不多行了，啊，我这地还没拖呢。不，哎，明天拖。哦，您是怕娇蕊回来吧？昨天啊，你们两个人就差一点点碰上了。行，回吧，那我先回了。那个，我再跟娇蕊商量一下。啊，那个这孩子倔，我暂时先不告诉他。但是你照常来，啊，他再提早，他不可能提那么早啊。行，您让我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嗯，陈院长，看不出来，你还挺怕娇蕊的。呀。娇蕊下班了，你也下班了，谁让你来的？啊，你妈妈打电话让我来的，我本来其实也不想过来，但我实在看她可怜，不忍心啊。你回去啊，也别难为陈院长，他也挺不容易的。你想，你生个孩子扔给他带，娇蕊啊。要是早知道这样，你当初何必生呢？你听清楚了，以后不许再来我家。我刚才说的是你没听清楚吗？是你妈妈打电话让我来的呀。不管是谁，只要你敢来，我就报警。你报吧。你还可以发微博呢，到时候我也会发声的，让舆论看看你是怎么当妈的，让大家评论一下你配不配当母亲。哼，我无所谓啊，我什么都没有。你不一样啊，你不是有事业吗？你不是很在乎你的工作吗？陈娇蕊，你听好了，咱俩还是和平相处吧。你妈妈喜欢我，你的孩子也喜欢我。我相信你也会喜欢上我的。干什么？一进来就摆个臭脸。我又哪招惹你了？我今天开了一天会，有点不舒服。哪儿不舒服啊？是颈椎不舒服啊？我进屋躺会儿。
颜值，开门，开门，颜值。你行了，你别在那儿躲着了，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开门。我不开。不是你都几岁了还这么闹？反正比你小。你开不开？我发现你这行，你别给我开啊！你今天一晚上都别给我开。我发现你真是，你现在是不是完全成陈娇蕊的人了啊？跟他一起对付我？我没有帮陈娇蕊，我只站正义。喂，妈。娇蕊，你看到我那条裙子了吗？什么裙子？我最喜欢的那条，就是我新店开业的时候我穿的那条。没看见啊？怎么了？那你这两天在我这边洗脸了吗？没有啊。嘿，真是邪了门了。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不跟你说了。我挂了啊。陈娇蕊就是正义的吗？我发现你真的还是太年轻了。你知道婚姻的失败给我带来多大的打击吗？有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无能为力的，而且有很多伤痛它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你懂吗？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萧炎拉了我一把，他让我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重新感受到了，所以我想为他做点什么，真的，做什么都可以。你是承认你喜欢他了？我总在追逐同一个梦。我仿佛傻小子，在这个世界上有比爱情更重的幸运。清楚，爱曾经给予。
到哪了？我昨天跟你说我不紧张，那是假的。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做手术，万一我麻醉过敏怎么办啊？我今天是第三个，啊，第三个，好吓人呀！要是第一个也就算了，这等待的滋味真的太难熬了。你快点吧。哎，你这个人，你作为下属，你也应该来看看你的领导吧。你怎么这么没人情味啊？我做手术，我谁也没说，我只告诉了你，我连我爸妈都没说。这万一我中途有什么事儿，还得你去跟我爸妈说。你帮我告诉我爸妈，我所有的银行卡密码全是我妈的生日，他就知道我有多爱他了。谢谢。你到底来不来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还是来了吗？我当然要来。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肖烟，准备做手术了。我不是第三个吗？对啊，前两个都已经做完了，你准备一下啊。爸，有我在，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走了。我等你。别紧张啊，不疼的。这是麻醉药吗？嗯，是。这多长时间能见效啊？很快。就这么点儿？这够吗？这万一我手术中途醒过来了？没事儿，放心啊。今天我男朋友向我求婚了。真的吗？那恭喜你啊。嗯。他真狡猾，他知道这个时候。
我要谢谢他。这就算是做完了，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之前在网上查的时候吓死我了，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我连主刀大夫都没见过，就跟没做手术一样，真是太神奇了。张大夫。大夫好。感觉怎么样？我没什么感觉，是不是证明手术很成功啊？你男朋友？啊，未婚夫。你要不先回避一下？没事的，张大夫，您直接说吧。是手术不太理想啊，肿瘤部分切除的还是很成功的，但因为粘连的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卵巢组织几乎不剩什么了。我之前也和你说过，术后恢复好了，最好尽快怀孕，这个病的复发几率还是很大的。目前你还有排卵的可能性，过了这两年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两年内你们不考虑结婚怀孕，也可以选择冻卵。冻卵？那不必了，我是铁钉，我不要孩子的。谢谢你，大夫，您刚才说的我们会认真考虑。啊，那记得按时吃药。嗯，谢谢张大夫。大夫，您慢走。没关系的，一起会好起来。哎，动手术的是我，你干嘛那么丧啊？哎，你怎么跑出来了？你这样会着凉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做手术？就一个小手术，不值得一提。什么小手术？这是你经历过最大的事儿。你听我的好不好？你赶紧回去。我这一个病人，我没法再照顾你这个病人。你怎么出来的？颜值在我来的。师哥已经告诉我你的病情了。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啊？我本来也不打算生孩子。你自己选择不要，跟你现在被剥夺权利不能生了，这是一回事吗？你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你知不知道？哎，你哭什么？你别为我这种事儿哭了，我真的不在乎。其实比起我这事儿，我是真的觉得我没有保护好你。你老瞎自责什么呀？我从来没有怪过你，真的。我又不是不能再生了，现在是你比较惨，你不能再生了，知不知道？哎呦，我不在乎的，我真的不在乎。你越这么说就越惨。其实我是真的很担心我会提前更年期。你不怪我，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啊，但是我自己走不出来啊。你别瞎跑了。
你这么瞎跑着，你老了你会得老寒腿的。你怎么办？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啊！你早更年期了怎么办？我们两个怎么这么惨呢？你知不知道女人更年期？女人是一朵花儿，她就蔫了，你知不知道？你什么都没干呢，你都蔫了，什么都干不了，好吓人啊！我说的是真的。你不到50岁你就得关节炎了，你都走不动路。走不动你背我呗。哥，不是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都是塑料的吗？那看来也不都是啊。生离死别一样啊，哪有那么惨呢？你看你这么快就恢复那个绚丽多彩的女孩级了，我也康复好了，准备回家了。你要回家了？你要不行可以去我那儿啊。没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你呢？我准备好好工作呗。这个，好傻。要不要趁这个好日子来一个双喜临门的决定呀？且是那种会被一个戒指束缚的人吗？哎，跟你们说啊，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啊？之前在月子中心的这个厨艺啊，我的厨艺啊得到了宝妈们的一致好评。但是说实话，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觉得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快乐和满足。所以我决定，我要从西雅集团辞职。哎，可喜可贺的是啊，我爸呢，他终于理解我，还特批让我把我们的严家餐厅做一次彻底的改造。哎，老大，你觉得我们这餐厅应该走什么定位啊？你要问我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开个亲子餐厅啊。你从月子中心就能看出来现在的母婴市场了不得。哎，其实你们俩可以合作呀。你那么爱孩子，你又那么会做饭，你们俩要合作，那简直就两全其美。哎，这听起来可行，你觉得呢？虽然说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啊，但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我会全力以赴的。行，那我这么定了。哎，祝我们成功！来来来来来，点子费，点子费，快！这样，以后你去我们餐厅吃饭一律免单。呵，想让我吃一辈子儿童餐啊？那我会营养不良的。那要不这样呢？入股我们餐厅啊，把那边辞了，过来当老板。看孩子看够了，去你们那还要见熊孩子。姐也是个有梦想的人，好吗？上车吧。喂，李总。好，我马上过去。梦想又在向你招手了。喂，马总。西亚最近有大动作，集团内部要选定一人晋升为董事会成员。具体要求是什么？最好是女性，已婚已育，家庭稳定。以你现在的单身状态对你不利啊，当然董事会还是会综合考量的。焦蕊，我依然看好你，加油吧。谢谢马总，我知道了，再见。过段时间，集团述职会之后，董事会会有大动作。你的梦想或许很快就会实现。你确定？原本我是有些担心。董事会希望这次的新人选是已婚已育、家庭稳定的女性。这是什么标准？过去，
集团上下谁都知道你是个铁钉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来得太及时了，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你戴上了婚戒，这就意味着你的内心是安定的，这也是董事会希望看到的候选人的状态。我的内心从来没有不安定，不会因为一个婚戒而改变什么。而且我一直以为西雅集团对于女性最佳状态的诉求是未婚没有孩子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但是你别忘了，西雅集团所有的产品线都是围绕女性消费展开的，集团需要让整个的高管团队作为示范，向公众放送一个明确的信号，成功女性不仅要事业有成，而且要拥有爱人孩子以及幸福的家庭。那是你们以为的成功女性，这是没有绝对的，而且这不能够成为西雅集团选人的标准。什么时候用人为贤变成用人为婚了？请进。李总，请签字。嗯，恢复的不错。好了。啊，对了，集团有一个高管家庭聚会的邀请函要给你们，正好你们都在，回去好好准备吧。董事会选人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吧？嗯，我不喜欢被绑架的感觉。我不想结婚可以不结，不想生孩子可以不生，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要迎合别人？戒指很漂亮，我应该恭喜你。谢谢。也许你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定，在面对无法抗拒的诱惑时，我们都会屈从世俗的判断标准。可他们选人的标准那么荒谬，我可以不接受。入驻西雅董事会不是你奋斗多年的目标吗？你呢？你会为此跟莫名复婚吗？Oh.
多休息一下啊，这就来工作了。身体恢复了就迫不及待的想工作，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启斌向你求婚了，恭喜你啊。今天全世界都在恭喜我。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从你刚开始创业到我们有孩子了，我们的婚姻一路走来一切都过得太顺利了。我以前认为是我自己心态好，是我把这个家庭管理得非常好，我们才会过得这么顺利。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如果不是你那么努力的工作给了我足够的经济支撑，我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过得无忧无虑呢？这个家庭怎么可能那么幸福？你的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什么也帮不上，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活在那个理想化的生活里面。我本来以为星星的到来会有所改变，会给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希望。作为妻子，我做得不好，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原谅我吗？老公，没有人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的，未来不管我们会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都一起过。我们一起努力吧。把陈浩南当你第一道难关攻克他。好，这方面吧你是女强人女超人，我应该听你的，我得有信心，对不对？我不能再让他一个人扛我们所有家庭的压力了，对吧？结婚真是麻烦啊，又要担当又要退让还要生孩子呢。我跟你说，你就是想太多了，想太多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这叫典型的婚前恐惧症。安，说实话，手术之前被启斌感动是真的，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也是真的。我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呀，可是我现在真的就……可是什么呀？你不是把人家戒指都收了吗？是啊，妈妈，过来，妈妈来了啊！哎，先不跟你说了，聪聪叫我了，你别走啊！我才聊到正题上，我也想跟你多聊一会儿。
可是我现在得去给聪聪洗澡。回头再聊吧。你也帮我想一下这个亲子餐厅的事儿啊，拜拜。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小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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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哎，一会儿聊啊。好。肖总，今天你非常漂亮。你怎么来了？马总邀请我来的，他说最近会有人要加入董事会。关于股权分配的事项，听听我的意见。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一直在等你的邀请，可是却久等不来。对不起啊，最近有点太忙了。未来你会更忙的。今天西亚集团的高管都会到场，有我的马总来了，我需要把你亲自介绍给他，不过这次是作为我骑兵的未婚妻。其他律师，哎，李总，小妍可是我们西雅最优秀的单身女士，您觉得哪位幸运的男士能征服她？还保密呢？警察，那不打扰了。我觉得今天的场合不太适合公开我们的关系，否则别人会认为我进入西雅董事会是因为你。你介意啊？我当然希望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获得认可，不是因为任何人。